共饮杯中酒，身在脚旁全都是熟手，眼压过四周，谁盼我压轴，此时无声屏息不可漏，东穿西方人间才消瘦，苦恋时机才值待这时候，戒指悬不知道，胜一筹。干什么？啊！老鼠！刺客，追！追！你是谁？完蛋了！再不说我不客气了。哎，干嘛呢？丁队长，怎么办？怎么办？啊，这是我远房表弟，近几日在我家走亲戚，来给我送饭的。原来是这样，刚刚来了个小毛贼刺客，我以为他们是一起的。什么一起的？我这小白脸表弟能当刺客吗？是，那。不知道您表弟在这儿干嘛呢？少废话，该干嘛干嘛去。是，走，继续走。请随我来。嫂嫂，难得见陆郎君身边如此清静，没有了莺莺燕燕，可爱习惯。也就是你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你怎么进来的？参见陆公。丁聪。原来你是他曾经的部下，难怪会帮我。你和那位黑衣姑娘一进到院中，我就注意到了，猜想应该是来寻找陆公的。多谢了。陆公折煞我了，当年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我母亲早就因吴谦一职丧命，而我已经抱憾终身。举手之劳罢了。你母亲现在怎么样？托陆公的福，身体康健，我也娶了妻，生了子，现在还升了队长，这一切都要仰仗陆公的恩德。父母之恩，当世报还，为人夫为人父，也切记担起责任，对待下属，恩威并济，都记住了。陆公教诲，铭记在心。原来他为官时是这般模样，倒真有几分朝堂栋梁的英姿。对了，魏公呢？啊，
魏公一大早就入宫了，昨夜两个州郡的副使打架，圣上要问责。啊，那下官就不打扰二位说话了，我去门口稍站。 你们两个，干什么去？队长，刚才来了个小毛贼，把我们兄弟戏耍的够呛。是，进几日只有陆景年被关进来，我怕有人趁乱来救他，特意来看看。我一直在这儿，有人我会不知道吗？要表现，也得表现到点儿上。是，队长说的是。那我们就先走了。去吧。 仙儿去找过卖与世界调料的商贩了，早就消失不见了。意料之中，也许那个人已经永远消失了。世界对一半的香料极其敏感，对方又怎么知道他闻不出红灵草的味道？除非他对与世界的能力非常清楚，只有对他了如指掌，才能对症下药。找到世界了吗？焦方使得了急症。 与世界带他去城外医治去了。同一天，魏哲被宣进宫，苏宗臣带人来发难，教坊使病重。如果这一切的巧合都不是巧合的话，从心儿找不到与世界的那开始，我就有了此想法。除了他，还能有谁能撼动魏哲，拉拢苏宗臣？ 同时又对世界那么了如指掌呢？心儿，我们把晚膳给你带过来了，这儿有你最爱吃的九只羊肉，你开一下门。我不吃，你们拿走吧。你都几顿没吃饭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多少吃一点。我真不吃。那我们把饭菜给你放到厨房温着，你要是饿了就随时去拿啊。 即便是栽赃定罪，上报也需要时日。可若我继续被困于此，教坊内恐生事的。龙郎君，吃饭了。林总，现在禁闭室的看守轮岗制度是否如我在的时候一样，午时后有半炷香的换岗时间？之前一直是这样，但自从您被关进来之后。 上面以伤员界将制为由，加强了巡逻。比之前多了四班人员，一无空岗。看来通过换岗离开是不可行了。那实室内可有在押人员？没有。那是为重刑犯和有攻击性的人员准备。来台上次接受调查的多为越人，很少能用到。林总，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可愿意？ 陆公对我有恩，有何需要？您吩咐就是。之前是罗，有人闹事，快走！把他给我放下！谁敢动，我马上把他杀了！台上司一个二哥都不堪一击，想动没那么容易，赶快把我放了！上！
好好的禁闭室你不待着，非要闹腾，那就在这暗无天日的石室里关着吧。嗯，去吧。 据说他之前啊是这里的上一任太上寺卿，这个石室啊还是他被贬前建造的，只是他没有料到有一天他自己会被关在这儿，真是作茧自缚。都精神点，尤其石室那位，别让他耍什么花样。是。 刚被赵景公，右教坊就出事了。看来幕后之人会议察觉，我与陆景年关系匪浅了，得想个权宜之计救他出来才行。我再说一遍，右教坊没有用禁药，我们郎君他是清白的，赶紧让我进去看他。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再啰嗦，别跟我们不客气。哎呦，还来劲啊！我跟你们说，我们郎君身娇肉贵，哎，他要是冻坏了饿瘦了，我跟你们没完。放心。 那石室密不透风，冻不着他。石室，那幽冷幽冷的，你们凭什么把他关进石室啊？被关进石室了，因为他不服管教，恶意伤人。不可能，我们郎君出身太常寺，他不会对这里的人发难。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们刁难他了？是不是你们欺负他了？敢欺负我们郎君，我跟你们拼了！啊！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那个大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动刀动枪的多不文雅呀！呸！赶紧滚！我呸！敢欺负我？ 等我家郎君出来了，有你们几个别墅好看的。郎君，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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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骂了不骂了不骂不骂。是我，魏公。陆景年被关石室，需要帮助，我想个办法带你进去。真的吗？嗯，这被关押还能带家属进去照顾呢？ 我就说嘛，还是您比我有主意。嗯，可是我刚刚跟他们大闹了一通，这都认识我了，还进得去吗？嗯，随我来。啊。 我堂堂六尺半男儿，竟如此装扮，若是被熟人看到。 我以后这脸往哪儿搁呀？你也说了，那几个守卫认得你，你不这样我怎么带你进去啊？可也不必打扮得如此艳俗吧，简直毫无美感。行了，走吧。哎呦，魏公，那个陆景年闹事，我们把他关进石室了。 他素来事多，早就该把他关进去了，做得不错。谢魏公。哎，魏公，您换丫鬟了？啊，对，先前那个我夫人觉得娇俏了些，不太放心，就换成这个跟着伺候。这个丫鬟，您夫人的确可以安心了。嗯，安心。 我就说这个妆容毫无美感吧，你们一个个都欺负我。
一会儿见了郎君，我非跟他告状不可。你别啰嗦了，一会儿我找个借口把巡视官调走，给你进师事的机会，机灵着点儿。知道了。别撅嘴了，陆郎君见到你定会感激我的。你听说了吗？那个卖胡饼的五郎君呢？他老婆红杏出墙了。你才知道呀？不就是和东市药房那个庆掌柜吗？早就断了，现在又和那个北街的李铁匠不清不楚的了。哎呀，真的呀？哎呦，那我……小姐，我看人家寻人都是贴在城门街头，我们怎么往这都是富人的巷尾贴呀？看不出来呀？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些富人相当于民间督察。消息传播最快的地方不是在街头，而是在巷尾。出去买个鸡杀个鸡都不敢，他不敢呢。哎，可说呢。哎呦，哎，请问，哎，这谁呀？这个不是之前在南市卖调料补品的那个大胡子吗？哎呦，好像是他，不过最近听说他突然不干了。穷汉得了狗头金，不是说他好赌钱吗？这会儿指不定在哪挥霍呢。这种男人，哎，我跟你讲啊，成天吃喝嫖赌。本来我还担心心儿小姐画不出那卖药小贩的神韵呢，真是没想到一下子就被那几个娘子认出了。现在我们知道他有这个嗜好，我们就沿着赌方张贴告示，只要他还在上街，重金悬赏之下，我就不信救不出来他。那我先去那里贴一张。找你们半天了，怎么不回去训练啊？教坊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哪还有心情训练啊？每天都有越人在离开。是啊，叹息，郎君被带走了，李姑娘也终日在外忙碌，我们是不是没有希望了？不会的，李姑娘和郎君那么聪明，他们一定能想到脱困之法的。心儿说，金瑶是与郎君带到教坊来的。前几日他刚知道我们的身份，这会儿又莫名消失了，你们说这会不会太巧了？可与郎君和陆郎君一直亲如兄弟，与教坊众人也颇为亲近，按道理来说他是不会害我们的。可毕竟我们要做的事可能会掉脑袋，他若是经不住考验也是情理之中吧。你们怎么来了？啊，排练时间要到了，我看你们都不在，出来找一下。你们在聊什么？我们，没什么，他们只是想到郎君被带走调查，有些担心罢了。走吧，都回去吧。好，走吧。刚才他们说的话都听见了吧？说要做的事会掉脑袋，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之前就觉得他们奇怪，除了谭熙，另外三个几乎不和别人来往。你说他们会不会藏着什么大秘密啊？他们能有什么秘密啊？我也说不好。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从我进入教坊开始，就经常发现他们忧心忡忡的。如今教坊已经这样了，我可不想被他们的其他事情连累了。
干脆我们各回各家算了。没陆郎君指挥，也没主位，练了也是白练。心儿的乐琴与琵琶有共通之处，若他能弹奏主音，应该不会太影响训练。可是这几日，心儿把自己关在房内，不说话也不出门，说是他自己不愿意，我们有谁敢强迫他呀？我愿意弹奏主音，与大家一同训练。心儿，你没事吧？教坊遭此劫难，我本应当与大家一起面对，但我选择了闭门不出，是我对不起大家。仙儿，我们知道你心里难受，没人怪你。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金钥匙与师姐买回来的，但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绝对不会害陆郎君和尤教坊的，我可以用性命担保。我相信他。真的吗？教坊突发变故，大家难免会有猜疑，但与郎君平时为人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我愿意相信他。我知道于师姐现在不知去向非常可疑，但等他回来我一定会问清楚。我想好了，陆郎君被关押，李姐姐四处寻人，我们就在教坊好好练习，安心等他们回来。好，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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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儿经过此事，也成长了一些。我本来以为我能护住众人，护住右教坊，可没想到，还是要让他们经历风霜。你又没有三头六臂，你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我要是做得好，心儿就不会被逼长大，叹息他们也不会胆战心惊，而你今天，也不会陷入险境了。我没关系。再说，你不是及时赶到了吗？那要是我再晚一步呢？意外而已，我没想过。可是我想过，而且这个后果我承担不起。你受伤了？手臂而已，就是被刚刚那个匾额擦破了点皮。房内可有伤药？有，等会儿让青秋过来处理一下就好了。啊！这么深的伤，你怎么不吭一声啊？你是傻吗？也还好吧。为什么瞒我？我也没有瞒你，就是教坊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每个人都这么煎熬，我这点小伤哪有说苦的道理。不疼，只要别留疤就行，以外雅观。手臂这样的位置，你还想露给谁看？你还没跟我说呢，你是怎么从太常寺逃出来的？没有人发现吗？天上的大罗金仙、更隆菩萨、南来北往的诸位仙人，若是有人途经此处，一定要保小弟我施个障眼法呀！我年方二八，尚未婚配，若是被人发现在此处冒名顶替，怕是下辈子就要在这大狱中度过了。不要不要，
拜托拜托。生金帮你关禁闭，他怎么进去的？魏哲带的。那个石室是我离开太常寺前所做的，想着做着这些减损达官贵人好处的事，万一有一天我遇到了危险，也有一个脱身之处。魏哲知道这件事，所以听说我进了石室的时候，他就猜到我要离开了。但是凭空让一个大活人消失会很麻烦，所以他就让生金进去顶替了你。万一暴露了怎么办？有丁聪跟魏哲在，除了吓破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估计生金应该恨死魏哲了。那你现在出来了，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哦，对了，我今天去打听那个小贩，他说……打住！受伤的人就好好睡一觉，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吧。我睡不着。睡不着也得睡啊，这几天你一直四处奔波，该好好休息了。那你呢？我，我睡着了，你是不是就要走了？你睡吧，我不走，我陪你。你陪我？那我岂不是更睡不着了？没想到陆景年还有这个隐藏技能。我曾见过无数次的浪漫表白，也不止一次感受过来自异性的示好，却从未想过真正让我体会到心动的竟是这深夜屋顶为我响起的安眠曲。我忽然觉得，如果留在这里和他共度余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生选择。父亲，母亲，我出来已有几日，教坊膳食无人料理，我买些食物回去安顿一下，午时便回。父亲的药我清晨已熬好，记得趁热喝。杰儿，云，云山，云山，老爷，郎君回城了，应该还在路上，你赶紧追去，务必将他带回。是。追他干什么？夫人，打扰到你了。他还是个孩子，能陪我们在这城外多住几日已是难得。你身体不适由我照顾，为何非要将他留在这里？我是看他整日混迹市井，不学无术，这不想趁这几日与他多多相处，言传身教罢了。夫人若是觉得不妥，不留他便是。言传身教不差这几日，你身体尚未康复，理应多些休息，别操心了。夫人说的是。
年年，我回来了。哎，怎么没人啊？心儿，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心儿，我给你带了城外的羊肉。于师姐，你去哪儿了？你怎么才回来啊？我陪我爹出城看病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你走了好久啊，教坊出事儿了。可能，红灵草乃是教坊禁药。上次年年说完，我特意检查过，绝不可能带入教坊。这个药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就连一同前来的医官都要再三辨认才能确认。我也去找过那个商贩了，可他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来他们早就盯上我了，就想利用年年对我的信任，将禁药带入教坊。我真是糊涂，竟给教坊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你别冲动，你也不是有心的呀。我这就去太常寺说清楚，年年冤枉，金钥是我带的，有什么事冲我来。你先别冲动，既然对方存心要栽赃，其目标肯定是陆景年和右教坊，怎么你去三言两语就能把他摘出来？是啊，你先别着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想一想，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只要我们把那个坏人揪出来，陆郎君就可以洗脱嫌疑了呀。对右教坊和我们都这么熟悉的，除了苏宗臣还能有谁？真是没想到，这次能一击即中。走，去右教坊看看，如今那儿是个什么模样。郎君，方才教坊使的随从云深前来提醒，说与郎君回城，知道了右教坊变故，说不定还会来找您的麻烦。还说，他若动手，请您务必扛住。这里是京城天子脚下，我堂堂左教坊副使，他雨师姐再大胆，也不敢公然把我怎么样。放开我！郎君被人掳走了，快报官！你别喊呀，你没看出来那是教坊使之子吗？得罪了教坊使，你我都担待不起。那怎么办？本官再问你们一遍，那日究竟为何大打出手？魏公，上次不是说过了，是因为训练场地的事儿吗？哎，魏公，我们都已经交代清楚了。一派胡言！你们真当本官是吃干饭的？我已经调查过了，那日根本没有什么教坊占用时间，是你们自己心存不轨，故意挑衅。没有啊，众人皆知我太常寺协办上元节，你们又在我管辖之下，在邻邦使团面前大打出手，你们是存心想摘我官帽是不是？不是，没有，属下从未想过陷害魏公啊。那究竟是为何？倘若今日你们不能给本官一个信服的理由，我看这副使你们不做也罢。别啊，魏公。我说其实是我无意间听到了消息，说今年的上元节我们西南来的教坊三甲只能占一个名额，所以我就故意影响他们去排练的。我说你怎么处处针对我们教坊呢？你用这种方式取胜，你这个是下作。西南教坊只能取一，本官身为太常寺卿都不知道这个消息，你们又是从何处听来的？前几日来太常寺取东西的时候，听到教坊使无意中说了一句。魏公，我真的知道错了，
您可千万别革我的职啊！我这回去还得养家呢，我。好了好了，下去吧。啊，去排练吧，日后少给本官添麻烦。啊，多谢魏公，多谢魏公，多谢魏公。先是挑拨关系，引发骚乱，从而牵制于我。随后又差遣与我素来不和的徐寅带队去右教坊搜查。哦，对，还有再往前，利用你对雨师杰的信任，把违禁草药带进去。教坊时，不愧是步步为营的朝堂政客。我的一次失约，便让他发现我与你关系的端倪。险些让他嚼得连骨头都不剩。若真的是他，似乎这盘棋他早就在下了，只是我太愚钝，从没发现过。这不是你的愚钝，这是你对他的信任。记得小时候，雨伯伯也曾做过这种兔子灯。这么可爱的灯，你当时收到一定很开心吧？每一次做灯，雨伯伯都会把最漂亮、最工整的那一盏给我。师姐还不止一次为此而哭鼻子了。我明白，你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教坊史是这幕后纸。没关系，或许还有转机呢。可现在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雨伯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与他家素来亲密，即便他猜到了你真的要取消关户特权，可这与他并无直接利益冲突，加以劝阻就是。为何要将你打压至此呢？难道还有其他的理由？我以前一直认为，雨伯伯宅心仁厚，他对关户特权的默认，仅是因为不喜欢参加朝堂之争。可现在看来，我对他知之甚少，所以，我已无从猜测。怎么了？没事儿，我应该是看错了。走吧。解释清。